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牛早，在这个早起时，咱会当三同作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的话，成就咱今仔日的快乐甲帮助。今仔日咱所要读的圣经，是伫旧约圣经《约伯记》第第一节到十四节，特别牧师提出对十二节到十四节，甲咱三同作伙来分享。圣经安尼讲，当你的兄弟的日，就是伊拄到患难的日，你毋应该徛伫看；犹太人受逼的日，你毋应该为着安尼来欢喜；因拄到灾难的日，你毋应该讲大话；我的百姓拄到灾厄的日，你毋应该入伊的门；因拄到灾厄的日，你毋应该看因伫受苦；因拄到灾厄的日，你唔应该望到因的财物，你唔应该徛伫双车路，插因中间逃走的人。因拄到灾难的日，你唔应该将因村的人交付对敌。咱知约伯记啊，伫圣经内面是上界底的一卷的圣经。圣经是伫主前586年，当耶路撒冷受灭了后所写的圣经，对先知约伯记啊所带予咱的话，予咱看见，当时伊的兄弟以东面对以色列百姓受逼的中间，因用铁尺，因用底下将因交予对敌的手段底下啊来对待因，所以通过先知约伯记啊来带出指责的话。在这以东人的中间，但是短短的21节的圣经里面，让咱通看见有两部分，对第一节到第第十到第第九节的中间，让咱看见先知约伯记啊，也对以东人的指责。以东人因所徛起在耶路撒冷的南边的所在，在迄个所在。四面拢有山，拢有真好的这款坚固，的这款的地形，互因真做一个得到坚固徛起的所在。所以因掠做这个就真做因的骄傲。对第十节到十四节的所在，所予咱看见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面，特别约伯记啊，底下来指责这异邦人，因。看见因的兄弟受灾难的中间，因反倒转底下来踢笑因，反倒转将因交伫对敌的手，底下无插因。所以咱对拄则咱所读的圣经，对第十节到十四节，拢总有八摆来讲起，恁唔应该，恁唔应该所做做做这个代志。咱知伊东。甲以色列同讲是厝边，嘛是兄弟，总是当兄弟拄到灾难的中间的时阵，因无伫遐来关心，甚至做出侪侪种种指责、冷笑因、踢笑因，甚至将因交伫对敌的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面对一个问题，当咱的兄弟拄到苦难的时阵，你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对待伊？当咱的兄弟拄到艰苦的时阵，你是不是亲像圣经所记载，你无要插伊？唔忙咱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会当通过耶稣的教示，和咱做伫慈悲社的一个来关心咱的兄弟。咱嘛求上帝开启咱属灵的目睭，和咱通看见咱身躯边。这些兄弟姊妹，因的需要来帮助因，来关心因，通过上帝的话，搁一摆来提醒咱，帮助咱，予咱无应该伫迄个所行所做顶面，予咱当咱的兄弟拄到灾难，甚至拄到灭亡的时阵，咱唔通伫身躯边来纳凉，求主帮助咱，用今仔日的话。对伊东来提醒咱，予咱无骄傲，
让咱用谦卑的心，用主耶稣做咱的心来关心咱的兄弟姊妹，叫咱今仔日因为你对上帝的话来帮助你，引带咱行伫光明的路，咱才敢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伫今仔日通过先知哥巴底亚，上帝你的话，搁一摆来提醒阮。阮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无骄傲，阮无自高，将遐个拢甲阮扫除。阮存着耶稣基督疼甲怜悯的心，开启阮的心灵，阮会当去关心阮的兄弟姊妹，通看见因的需要，阮及时来帮助因，用耶稣基督的疼，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祝福阮今仔日所行所做。拢得着主你的欢喜，我安尼同心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